哇，看一下这个猪，棕色的，看到没有？棕色毛的啊。现在我们看这个师傅啊，一次性的话给这个猪去毛啊，他这个去毛的技术啊，非常厉害啊，是我们这里去毛最厉害的一个师傅啊。等一下我们就看他去毛的这个技术啊，看这个毛啊，看到没有？棕色的，棕色加黑色。我们稍等一下啊。这是第一桶水啊，阴阳水。我们看师傅给这个猪去毛啊。有些人啊，这猪啊，就我们福建那个时代玩这个正儿少少的。嗯，对，正儿少的。他要洗鱼，那以后他就搞起来就是一鱼，就起来就这个就还没有。他主要喂猪，他是跟你五干十八的，他五一趴干吃一趴，五一趴吃一趴。啊，就这样，嗯，很小。就是说你喂得过洗。他也还好，啊、他也他是离婚的，喂猪喂食呢，他才起来，起来他就五一趴事儿，现在就出来。哦。他一家他有真的，他不跟我儿一样。我是我的蛮时间蛮好。好了，现在开始倒入第一桶开水啊，现在要正式开始了啊。对，嗯，八十桶，什么八十桶？